今年我们的毕业生呢，都是非常厉害的顶尖运动员。等一下呢，我会一一介绍。Now, please welcome the graduates of the year. They are all parents of Taiwanese today, and they are going to tell us who they want to be in the future. Now, everyone, please give them a super big hand. 有没有尖叫来一下啊？
没关系，不要害羞。好，我们呢，孙亚明呢，他说他是非常厉害，可以拿高尔夫球的选手，而且他挥杆呢可以把球打到外面去，太厉害了。我挥杆除了打到把球打得远，而且我英文说得非常好，因为我们都是从时代毕业的哈。那这个是自己家的，那我是最厉害的高尔夫球选手，我也是台湾的很好的模范。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郑亚明。对林书豪好像不是很熟，这位是我们炸香重金才邀请到的，爸爸妈妈掌声不要停，尖叫不要停，我们用最大掌声尖叫欢迎 Jeremy 林书豪，尖叫一下。Thank you.